话都快爆！最近都播到一些衰事，真的忍不住想骂脏话。你看到一拳不要骂脏话了，我天啊！我看到你比较想骂脏话。听到没一拳？我在看着你。这边有两个喵哈。哈？喵哈，或是两个一拳。真的吗？我看一下声音，那个后置的会很痛苦哦。不会啊，不是，看一下声音，声音不一样，但内容一样。哦，内容一样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那个他们都说今天是八月七号，要我们玩一些什么八七主题。可是我们一直都很八七，怎么办？对啊。对，比如说什么做过最八七的事情，类似这种东西啊。谢三七。可是我一直都印象中，我一直都每一次盖的都是八七主题啊。对啊，而且我记得这个好像被人坑杀了，有类似。好像有盖过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们都就是有我的干爹们、干爹干妈群，他们就说没有。查一下看看啊。之前好像是什么毕业前是不是是比较八七的事情啊？还是那我们就互相伤害啊，彼此透露彼此八七的事。看那边缘人怎么办？对啊，边缘人怎么办？对啊。欸，对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一拳是谁，也是。对啊，一句超过分，而且我觉得全部人都会写巧克力把小妹妹用哭的事情。不要，那就写巧克力的，那又一样了。可是那个一点都不八七，那个就是故意的，哪里八七？没有，刚刚不是说那个揭露对方的？揭露自己的，揭露自己的，揭露自己哦。如果揭露自己跟写自己的八七，就是如果能喝孟婆汤，想忘记的一件事情啊。最近的那个后边是好容易没声音哦。你的吗？对啊，很奇怪。到底要什么八七事件？到底谁八七？八七节。对啊，口爷不那个，想一下。哎，不是就是要八七吗？想一下。哎呦。想一下，用你的性命去想。嗯。咚咚咚。有的啦，声音有的。哎，你有保护色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躲在角度。所以真的要什么做过最八七的事哦？今天的来宾有那个啦，看一下好了。今天的来宾有繁星、杠杠、巧克力、喵哈、小鸡、五秋风、喵哈。不是吧？100分，我给100分。哇，超过100分。一拳啊，最后一个是一拳。我跟你讲，上一次 UHC 还是我跟那个一拳和鬼鬼同队。鬼鬼，鬼鬼感受两个喵哈，两个一拳。一拳的 skin 真的是 男生的 skin 吧？你要叫那个后置四八中间弄一个黑色的杠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转过头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这是一个男人啊，这是你戴假发的，对不对？男子汉，京东快速想拿奖。那个刚刚要出国了，要出国深造了，真的，对啊，真的出国会发生八七的事情。送他一件出国鉴别礼物，送你千里之外哦。题目可以就是跟出国有关的八七事情啊啊，不是一拳没出过国，我也没出过国，欸、你怎么知道？那我只出过你住的县市，对，出去玩，哦啊、出国的八七，旅游啦，旅游就好，不一定要出国，旅游的八七事情，旅游了，旅游。那一拳你就想离开你的房间就算是，哇，太猛了吧！好，旅游八七事件好不好？都可以。我真的觉得一拳的笑声好像饭团的笑声，很像啊，又很像狼儿啊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对不对？超像的耶，难怪我觉得好亲切哦。我跟他玩的时候，我拳头一直都很紧。你要打我？哦、你跟他玩的时候都硬起来，是不是？是不要打脸。想不到一拳八七事件，好，就这个题目了，来开始。旅游发生八七的事，有限制字数吗？
这应该没有，我们好久没限字数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字数限制。有八七，哎，你看我们还讲故事哎，我们还是应该要限制，限制十个字以内，有没有？以内吗？很难啊，以内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故事你之后再讲，请用十个字先立完标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好好好。好难想哦，其实我真的没有出去旅游过，哎，没有出过房门。离开你的房间，刚刚不就讲了？你没有离开过你的房间吗？有啦有啦，可是真的没什么巴西的事啊。巴西事件？那我想要离开淡水。我觉得平常都不会有巴西事情的。好难想哦。难想哎。哎，如果超过十个字一点点呢？不行就不行哦。哎，刚好十个字，哎，真开心啊！多一个点，你罚100块，立马捐款。旅游巴西事情，出门。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。哎，刚好十个字。旅游巴西。我真的想不到啊。哇，你都太好了！我在想，我离开淡水有发生什么八七事，都想不到哎、欸。有人说迷路啊，秋风秋风，我这边人家说我的八七事情就是要去找你的时候上错车。哦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很八七哎、欸，这个够八七哦。那不是去旅游，去玩。我去找秋风都是被胁迫的，不去。干嘛讲的这么可怜，这么委屈？对啊，都请你吃鸡排了，你还不开心？我想要吃鸡排当晚餐。那下一次吃蛋挞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蛮八七的，而且我觉得常常应该会常常有人这样子做。那会不会脆皮啊？我可以出一个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真的非常八七的事情吗？原来你跟朋友聊天就出门旅游了。你不是说离开房间就可以吗？我可以在外面传赖之类的、啊。你刚才说出去巷口咖啡点错了。哎、欸，我想到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我可以出这个。发现你硬起来了。不是啦，我在想啊，硬什么啦？我想不到题目啊，头好痛哦。哎、欸，我知道啊，你可以什么什么去洗澡出来的时候就只穿内裤，就被其他 女房客看见这样。我有了，我有了。是限制十个字以内哦。十个字以内、啊，还是超过？好啦好啦，不要。叙述感觉蛮难的。那就放宽一点啊，让你们多打一些字好不好？尽可能在十个字之内就好了。我突然发现我出的这个好像很难盖。应该这样子比较耸动一点。真的够八七。对 我真的做过这个。这个还蛮八七的。嗯。我做这件事差一点被抓走啊。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。所以现在不限字数了吗？没有十个字以内啊，不限啊，不限，尽可能十个字就好了、啊不哦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小心多打一两个就算了。我现在名字有两个，啊，做这个那可以不小心多打三个吗？超烦，说白差了，你好烦哦，你好讨厌、欸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硬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有有有，我越来越有了。因为跟他玩游戏就很烦躁，就很像他。管我！好了好了，不打那三个字了，就十个字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可以多几个字啊？好了，差不多啊，十五个字。还是繁星，你要写说什么跌入淡水河之类的吗？没有啊，没跌过啊。没有。如果真的有，就蛮八七的、欸，还蛮猛的。如果真的跌入，你就可以来找我了。淡水河好难盖、喔，就在你对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是跟喵哈他们发生的事。哈？哎呦！哎呦！我、哎。哦，哇塞，八七，这个，这个要怎么盖啦？这个有那么容易就想哦？
哇，这个这么多字哦，传信。等下，这个哪里八七啦？我不懂哎、欸。你谁？我是谁的、啊？我是那个我拿一拳的。真的假的？可能是人的人的关系吧。没有哈。啊。连可能人的关系吧。好了，把聊天室弄出来。你干嘛不用聊天室？没有，我的那个压在最上面，所以就没有用了。这个有难呢、欸。我的题目超尴尬的。哎、欸，四位是刚刚盖我的、哦。嗯，是吗？可以看一下啊。你可以按 Enter 看，对吧？你可以打开聊天看啊。还是你要觉得你那个题目是 Bill 的出的？又是 B 先生吗？原来是 B 先生啊！哎呦哎呦！不对，我现在盖这个好像没有人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这个年代有点久远了。东京猫猫是个老人啊。糟糕，这好难哦，这一题。你盖谁的、啊？谁？我看一下、啊。谁盖谁的？你盖谁的？要把我的理念好好传承下去。没意外是秋风的。哎，盖我的、哦，火的这么长，你是不是有做过这件事情？你自己承认。我就没带卫生纸，然后用内裤。你不能透露太多，不能透露太多。我觉得已经对对对，你讲太多了，你只能说有或没有，太多讲太多，讲太多了。你这样我就想到秋风之前那个拉裤子在裤子上、啊。你才拉裤子好不好？我记得我去接你的时候也拉在我车上嘞、欸。爆料爆料爆料。哎、欸，我这样随便讲，你发现了。那个我们随便讲，观众都会信的、欸，不能乱讲。他们之后就会传出去哦。听说谁谁谁专门拉裤子。那怎么、啊？我哇，这要怎么表现啊？这也太难了。这个好难盖哦，我只盖完一个东西，还有两个东西要盖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好想进阶到 1.12 哦。那个柚木方块，右色有一个箭头，那一个很好用哎、欸。我比较想要进阶到 1.13 啊。那就 1.13 哦，什么时候可以 1.13？ 哎、欸，那个巧克力，你的粉丝这么神通广大，你跟他们号召一下啊，就说那个 Building Game 请帮我们改版到 1.13。Building Game 改版到 1.13， 听到没？峰哥让你们做。还不敢做，感谢老师推定。好凶哦！好凶哦！还不赶快给我去做？对啊，快！做好才准去上课。没做好之前不准去上课。哇！你这样不用上课啦，都做不好啊！一点一四出来都还没做好。开学之前做好，谢谢。看一下哦，这大家都成像、啊，就对人生绝望了。哇，这个政治好敏感。我也快了。政治敏感什么东西？原来这是刚刚盖到我的，我真的做过这件事情。真假的？嗯、然后你要被打吗？我差一点被绑走吧。哦，好哦。这个颜色好难选哦。哦难理解哦。好难诠释哦。对啊，超难诠释的。啊，这个物品到底要怎么盖？这题目谁想的、啊？好霸气哟！哎，不对，这个跟地板颜色一样的，好难诠释哦。哇塞，超不像的。啊，那个题目要怎么盖啊？啊，我觉得很好盖吧。那个。以麦块的角度来说，怎么盖？很好盖啊！你就把那两个关键的东西盖出来啊！怎么盖出来？我跟你讲，你看到我这才叫吐血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对一拳也硬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让人硬的女实况组，听起来好糟糕，真的，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得到一个、啊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煤炭，因为他在追你，因为你盖太慢了。对不起，他在追你。
没错，他在嘴你。我记得这是以前峰哥跟我讲的。太好笑了！这两个建筑我都没有去过，到底要怎么诠释比较好啊？没关系，我在盖一个我从来没碰过的东西。嗯，我再盖一个我绝对不会盖的东西。我盖的好像电梯啊。嗯，泡芙的动画。为什么呢？题目还要让我在这边玩红石哦？你为什么要做的那么复杂？你自己的选择好不好？你怪谁哦？要多久？有章啊！你盖好了，太厉害了！盖好了，盖好了，他随便盖的啦。可以啦，哎，你不能要绕跑，要人要走了，就这样好不好？那个是小鸡讲话哎、欸，对啊，那是小鸡。哦，那小鸡，小鸡，小鸡，太尴尬了，这下尴尬了。我记得小鸡的建筑很难理解，很难很难。反正我不是在小鸡后面，我不用担心。我的都是议会型。你又来，没有你的就是很难理解。这个要怎么盖啦？嗯，天资够就可以知道了，好不好？